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6页，226页第六行啊，第七，因陀罗网法界门，以上微细相融门，名一重之相如相即，而为名重重无尽相如相即之意，故假因陀罗网为比喻啊，为喻以名此意。什么是因陀罗网？这下面接着说，地是天宫所悬之诸网，网有千诸，互相映照，一一诸中各现一切诸影，此是第一重之各个影现。而一诸中呢，所现之一切诸影，复现于其余999诸之中，是为第二重之影像。如是千诸重重影现，无有穷尽，以与诸法之相即相如，重重无尽。这意思就说得很清楚了。这讲的实际真相啊，这个微细相融，在现代的量子学家发现了，也确实呢起一点作用。最先进的这些大众传播像这个手机都用数码的了现在叫数码晶片电脑这都用上了这都是微细相融3000年前佛就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那么在佛菩萨他们的相融相即是真真不可思议我们懂得这个原理用在机器上而不能直接不需要借这个机器用在我们身体身体就是一部机器没有办法用在这里要用个补助的东西老花眼的那佩服眼睛这就是什么这借别这种东西没有办法了能把老花眼修正让他重明，让他无缘佛盖。菩萨有这个能力，这就是把道理通通用在自身，眼耳鼻舌身，
五脏六腑当中，得得大自在。那么实际上呢，这一重相如你明白了，重重无尽的相如相即啊，所以为什么别人起心动念呢？你知道啊，菩萨知道，菩萨跟一切众生，上是诸佛如来，下是一切众生啊，不但人起心动念知道，畜生起心动念知道啊，鬼神起心动念知道，他没有不知道的。这是重重无尽的相如相即。啊，这个道理，古人用地势天的罗王来做比喻，因陀罗王就是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佛经里面叫忉利天主，他的大殿上面呢有罗网，是装饰品，那叫空中的庄严。那么这种罗网呢，古时候有，宫殿里头都有，用铜丝编成的啊，这个忉利天主福报大了，用宝珠啊连缀成的啊，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哪有那么多的宝珠啊，用铜丝编织得非常美啊，它有两个作用，最大的作用保护建筑物啊，宫殿的建筑雕梁画栋啊，附这个物的结构，梁跟栋都是艺术品啊，精工制造的，怕什么？怕鸟去做物啊，所以用罗网把它包围住，外面看得见，你摸不到啊，保护这个罗网啊。柱子也是这样的，柱子他们也用罗网给它包住，你外面可以欣赏它，你不能触摸它啊，这都是保护这些这个高贵的艺术品。这个东西呢，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北京故宫去参观，我只去过一次啊，好像是80年代的时候啊，第一次到北京访问啊，赵朴老接待啊，我们是从香港出发的啊，故宫应该有，但是人太多，我们没有办法细看。我一看到人多，我就不愿意进去了。这里面挤满了游客，啊！但日本我看到了，日本很多佛庙里面有，啊，大殿上面是有铜的网，罗网。啊，忉利天宫啊，这罗网是千珠啊，啊，互相映照，珠是圆的，它能照，它透明的，啊，宝珠，啊，像我们现在有些灯，
用水晶造的，水晶的柱，面积没那么大，啊，看灯的大小，也有几百个水晶柱，啊，光光呼应，啊，它的一个小柱，把其他的柱都照在其中。那他这一个柱也被别的柱照在手，啊，所以每一个柱啊，叫互相映照，啊，每一个柱各现一切诸因，这是第一种，各个因现，而一柱中呢所现的一切诸因。复现于其他999柱之中，第二重的应现，有第二重，当然就有第三重，重重无尽。啊，这说重重无尽，我们用人跟镜子对照，看得更明显。啊，好像是先手过死，讲华严经讲到重重无尽，这个意思叫皇上听不懂，听不明白啊，大师就请皇帝在殿旁边建一个八角亭，八角亭建好了，每一面都有八面呢，每一面放一个铜镜，让这个镜子互相对照，上面放个镜子，下面也放个镜子，请皇帝在殿当亭子当中站住，往四面看一看，啊，皇帝就懂得了，站在当中看的时候，哦，不知道有多少个人这个影像在里头啊，立刻就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善巧方便。啊，这是我们有意造了一个模型让你看。实际上呢，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眼就像一个宝珠一样，它能见啊，能见一切法，一切法通通入到这个眼球的瞳孔，眼球瞳孔不大，通通照在里面啊，让我们第六识、第七识跟阿赖耶识啊，他把这个影像传播啊，给七十的相分，六十的相分，阿赖耶的相分啊，这将八十啊，如果与他相应的心所统统联合起来啊，像第六意识啊，他所缘的心所51个心所，他统统缘到，每一个心所都有见分、相分、自证分、真自证分，通通都有。啊，传递的速度非常快，这一见到，那全部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分别执着立刻就起来，啊，一丝毫间隔都没有。
啊，这唯识史里面所说的心理学啊，其分别第六意识与第六意识相应的线索啊，其执着是第七识与七识相应的线索啊，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真的是无有穷尽啊，我们见别人，别人见我们啊，我们见山河大地，现在晓得山河大地也见我们啊，所有物质现象它能见能听啊，甚至是这个六根的作用它全有啊，气味它能闻啊，酸甜苦辣它知道，它不是不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它晓得，那是第六意识的作用，眼耳鼻舌身意五蕴皆空啊啊，我们现在才真正懂得了无蕴讲的什么，无蕴讲的毛端微尘啊，就是今天量子学家所讲的微中子，无蕴具足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它组成的，叫基本物质，它具足无蕴，那么哪一法不具足？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只实验了谁能看能听能懂的人的意思啊，我跟他讲还不止这些啊，他能闻气味啊，他能品尝酸甜苦辣啊，他有舌根呢，有鼻根呢你现在才实验六根，才用了三个，眼耳意还有三个通通都有啊，所以一切万物啊，它是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桌椅板凳它有啊，活的。啊，为什么？微中子是活的。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它组合的。啊，我们人来投胎，揽取阿赖耶的色法，就是物质现象，变成自己的身体。啊，这物质现象的本能一丝毫没有丧失。啊，一个人生要算微中子，那多少数字无法计算了。啊，细胞是50兆啊，这些说细胞啊，那这一个细胞多少原子啊，多少个微中子，这不可思议。啊，这个是因陀罗王法界门，啊，说明相即相如啊是真的，我们跟一切万物相即相如。
万物跟我们也是相继相处。啊，所以学佛之后明白了，我们的念头要纯正，不能有丝毫邪念。啊，不识人不知，迷惑的人他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的信息呢，他完全收到。收到他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恢复了他的本能，他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统统知道。啊，由此可知，众生迷惑是一时。虽然长劫，很长的时间，很长时间比本能还是很短暂。啊，他们会回头。啊，通通都能够回归常寂光。我们也是一样。只是早迟啊，回归常寂光，这个能力完全恢复啊。一般说，相信因果，不敢有恶念，不敢有不善的行为。佛经真的通了，就是把十玄门通了，敢不敢？比因果的力量还大，因果力量没这么大。这是自信本具无量的功德了。修学它就出现了，啊，大苏云：若念经护照，传要详细。啊，古人做过这个比喻，这个例子。啊，八角亭一面方一个镜子，真的就出来了。啊，如果现在又做镜子，比那个时候就高明太多了。那个唐朝那个时候就是铜镜的，把铜磨得干干净净的。现在的镜子比从前进步太多了，不能比。啊，那么有这么一个小亭子，八面摆八个镜子。啊，互相对照，啊，让你看看，相融相济，妙不可言。华严经上有，在本经中，啊，我们本经也有，宝莲佛光品云。众宝莲花了周边世界，夜夜花中，除36,000,000亿光。夜夜光中呢，除36,000,000亿佛。夜夜诸佛又放10,000,000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上面第六名已经说啊，夜夜光中出36,000,000佛啊，是微细相融门啊，比那一重之
相即相如。啊，更珍惜前后的经文，则可广显重重无尽的相即相如之妙义。啊，到极乐世界都看到了。啊，一个阿弥陀佛的国中，有无数宝莲华。啊，真的是无数。啊，宝莲华怎么来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无量劫的修学功德之所成，是因。缘呢，是众生发菩提心，愿生彼国。啊，你看，有这个缘，七宝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这朵莲花上有念佛人的名字，啊，一点都不会错。你念佛的功夫勤，用的心纯真，这个莲花就很大，越来越大，啊，光色美好。啊，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众生。我们这个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人数不多，但是你要想，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就没有法子计算呐，不知道有多少啊。每一天去的人，啊，好在极乐世界是发心土。发心土其大无碍，能容得下。啊，没有人多的这种忧患没有。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极乐世界每一天，有离开极乐世界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啊，怎么离开了？毕业成佛了。啊，成佛到哪里去了？回常寂光了。啊，也不知道有多少。回常寂光是做佛去了啊，他不是菩萨了，他做佛去了。啊，佛在哪里？佛无处不在，佛无时不在，佛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如来啊，回归到常寂光，没有现象，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有些宗教里面说，上帝没有形状，跟佛说常寂光这个意思相同啊，这是真神啊，真明。有一些宗教也达到这个境界，只是说法名词跟我们用的不一样。啊，佛法绝对不是说一定要学佛才能明心见性，才能见性成佛。啊，佛没有这个意思。任何法门，只要你一门专注，啊，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成功了。不一定是佛教，什么教都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佛没有说是你只有修我这个才能成佛，别的宗教不能成佛，不如此。别的宗教不叫做成佛，实际上跟成佛是一个境界，完全相同。啊，无量法门就包含着不同宗教了。84000法门是大乘，3000法门是小乘，无量法门就不一切都包括了。佛十门中啊，一法不舍。啊，佛是觉悟的意思，只有一个原则了，至心一处。问题解决了啊！不是佛法也修至心一处这个一处里面呢，有浅深不相同啊。一处是定，禅定，禅定确实有浅深不一样。有世间禅定，有出世间禅定，有出世间上上禅定，通通叫至心一处。啊，大乘佛法，它的目标是出世间上上禅定。啊，与学不学习、认不认识字，这个没有关系。啊，不但佛教里的有，没有认识字、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他宗教里的也有。啊。有不认识字的，那个宗教里头的主教，或者是创始人，都有。啊，回教里头讲先知。佛门里面讲菩萨。啊，确实有不认识字的，能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这就是一切众生呢，他本来是佛，变成众生呢是迷了自性。只要把这个迷惑放下，就恢复他本来面目。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方法，真正不可思议。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们，啊，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他们的能力、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相仿佛啊，很相似。弥陀有这个能力，个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个人借缘他，有缘众生啊，每个人有缘的众生都数不尽呐。啊，这么多有缘当中，有缘成熟的，有还没成熟的。啊，这一定的道理。啊，这我们能想得通的。啊，什么叫缘成熟呢？
听到这个法门，他就相信，他就发心，他就肯念佛，这是圆成熟的。啊，听到这个法门，有缘，不想往生，不想念佛，这没成熟的。啊，那么当然，肯定是成熟的人少，没成熟的人多。啊，没成熟，过几年他就成熟了。有缘众生无量无边的，我们不是一时就能读经啊。啊，生生世世，年年月月读不尽的。啊，他成熟的信息我们很清楚知道。啊，到你明心见性之后，十方世界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生中啊住过的，啊，都跟那些地方众生结过缘的。啊，为什么？相即相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了。啊，无论哪个世界，都有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啊，成熟的要帮助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成熟的要给他做增上缘，啊，要给他加分，统统照顾。啊，没有缘分的跟他结缘。怎么结缘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听见了，缘就结上了。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现一尊佛像让他看到结缘结上了。啊，现什么样的像？阿弥陀佛的像。怎么现法呢？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所以一切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为他有缘人现象，肯定全是阿弥陀佛像，众善根呐。啊，这是菩萨事业啊，没种善根替他种善根，有善根的帮助他成熟，一见成熟帮助他往生。一切菩萨干这些事情，现身说法，现无量无边身，度无量无边众生。他没有起心，没动念，啊，他所修的叫净业，他没有染著，啊，所以他不会受连累，不会堕落，啊，不会退转，又变成凡夫了，不会。啊，不起心，不动念，能做一切佛事。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皆如是啊。啊，那么我们没到这个程度，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啊，自己心里很清楚，我跟极乐世界距离还很遥远。啊，怎么办呢？专修静业。啊，外面的事情可以随缘，缘成熟了，不费力气的现。啊，不攀缘。不攀缘，不去制造机会。啊，机会是可以制造的，不用不用。我们心就是定的。啊，有缘我做，没有缘我不做。可以制造机会的，我不制造。我一心专求西方，到极乐世界证得圆满，多自在啊！啊，决定不能耽误这一生成就无上菩提，这是真正觉悟的。啊，住在这个世间，时间长短，交给佛去安排。佛需要用我们表法，多住几年，不想不妨碍。啊，说可以不必了，不用了，不用就去。这个道理要知道。那么在极乐国里头有无数莲，莲方无数光，光现无数佛，佛现无数国土，国土当中又有无数莲，那莲又放光现佛，每一莲花遇一个地主，如是莲花周边佛国，可见本经正显华严，因陀罗王重重无尽，世世无碍之玄门。啊，极乐世界真是这样的。啊，不但极乐世界这么明显呢，我们眼前何尝不是？啊，我们眼睛放光啊，跟一切境界色相相即相入。啊，耳与一切音声相即相入相融。啊，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意对的是知，无一不是微细相融，就是相即相入，重重无尽的，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迷了，十玄境界，不管是迷失物，它都在眼前，都在当下了。啊，所以知道之后啊，真的，我们一定要学佛，要学阿弥陀佛。一真庄严，给大家做个好样子。
我们是弥陀弟子。中国人讲嘛，不能给阿弥陀佛丢人呐。弥陀弟子总要做个好样子给人看了。我们尊重阿弥陀佛，我们喜爱阿弥陀佛，我们希望亲近阿弥陀佛，做出不好的样子，怎么对得起他？再看下面一段，第八，拓思显发生界门。由上重重无尽，故尘尘法法，皆是世事无碍法界，故可任究一尘一丝，显此法界之全体。法界全体在哪里？任何一法里头都含容法界全体。有人跟我说，这你看现在科学多神奇，多不可思议。小小一块比指甲还小的晶片，里面包罗万象。这不是学佛人说的。60年前的人不敢想象啊。我们讲这一部经，1200个小时，放在一个很小的机器随身听，1600个小时全在里头，就是一个小晶片。你看这书多笨重，一大堆。几十册，一个小晶片里头，通通容纳在里头。学了佛之后才知道，科学跟佛法比还差很远。为什么呢？佛法里都讲的遍法界虚空界，融在一粒微尘里面，肉眼看不见的，里头多少东西，里头有整个宇宙。这是这个话以前讲经的人不讲，为什么呢？没人相信。人家说你骗话，你这是神经不正常。所以不是那种人不能跟他讲话。他会笑话你，他会骂你。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当中可以讲了，你看，一个那么小的一片电晶体，可以容纳一部《四库全书》。真正不可思议。佛说的，一个极微之微，今天讲的微中子，能容整个宇宙。
啊，遍法界、虚空界，都在这一尘之中。一尘具足，尘尘具足。啊，以前我们听到这个经文，这十玄门呢，真是把我们搞糊涂了。那个玄就是把我搞糊涂了，想不通啊，这怎么可能呢？啊，十玄门我过去讲过多少次啊，都含糊笼统啊，因为自己搞不清楚啊。啊，这个几年看到一些科学报告的时候啊，想通了。量子力学帮我们很大的忙，我们没有证悟，没解悟，啊，确实是如此。啊，秀兰博士到我这儿来看我，在我这个山庄告诉我，啊，这个桌椅会看会听呐、啊，懂得人的意思啊。啊，墙壁也会听啊，地板也会听啊，天花板也会听啊，没有一样不懂啊，一点没错。啊，他不是佛教徒，他懂得，他知道宇宙一切万物，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通通有见闻觉知啊！我们六根起的作用，他们通通有啊！不必用眼耳鼻舌身，他自然有啊！这个就让我们又体会一桩事情：大乘经上讲的六根互用。任何一根都具足六根的作用啊，都我们讲体身体啊，树木花草确实它只有一个，它没有眼耳鼻舌，它有个身，就是这个身具足六根的作用啊。水没有眼耳鼻舌，哎，但它会听，他会看，他懂得人的意思，那他会不会闻香？会不会晓得酸甜苦辣？肯定晓得。你没有办法的测出来，他真有。啊，不需要眼耳鼻舌根这东西。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啊，他就具足这个体。啊，这个体里头就能够有。六种功能啊！我们看到科学报告啊，很多东西联想都想通了，有可能不是假的啊！诸佛菩萨真的了不起，他们怎么知道的？禅定当中知道的。啊，定中有境界，定中没有时空，所以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十方三世，啊，都含摄在其中啊。如大树，立相数倍。触目皆道啊，道在哪里？大乘里面讲道，就是讲的佛性，讲的自性，讲的真如啊，在哪里？
列相数倍，是做一个比喻啊，明白的人一看懂得了。啊，你眼能看到，你耳能听到，你身能接触到，啊，意你能知道，就能够思想，无疑不是道啊，无疑不是真如啊，无疑不是自信的。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佛在哪里呢？就在当下，不必别求啊，别求求不到啊。要向自心当中去求，啊，到外面去求。叫外道，外道是永远见不了心的，啊，永远不会觉悟。经中菩提道场品曰：“又其道场有菩提树，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无生法人。”啊，这三种人成就了，应祥人、柔顺人、无生法人，都是菩萨所证得的。啊，而且是地上菩萨，七地菩萨证无生法人。啊，前面初地到六地。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帮助你开悟，会帮助你证果。啊，这就是宗门所谓的，你会吗？”你会看，在色里头见性；会听，在声里头见性。啊，你会闻，在味里头见性；你会吃，在酸甜苦辣里头开悟了。真不可思议啊！啊，六根接触六尘呢，那会的人呢？都能开悟，会的人没有别的，就是智心一处，这个东西妙绝了。我们谁不会心散乱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起的是妄想，起的是杂念，起这个不开悟啊，这就不会呀。不会用心呐，我们用散乱心，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就全用错了。用这种心就造业呀，啊，搞六道轮回呀。啊，菩萨用什么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正觉心，他开悟了，他明白了，全在用心不同。啊，一见彼树，可证无生。
是真为脱思显法生解之宣旨。啊，思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依托这个思，觉悟了，从这上见色闻声觉悟了，这叫脱思显法。显就是觉悟，啊，生解，生解是开悟啊，明白了，心要用得转。印光大师文钞里头好像有一段，我记不得在哪一段。有一个法师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天念十万声啊，念了几年他开悟了，世间典籍那就是讲我们四书五经，像四库全书他没念过，他全懂。啊，印祖有这么个记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真正明心见性，没有学过东西全知道。人家问你都能答得上来，没错误。啊，所以没有念过书，开悟之后，他什么都知道。啊，念佛，功夫成熟了。他跟这个世间没有缘，他就往生了。真正念得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经中叫理一心不乱，跟宗门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事处世间法全通了啊，这个时候就看他跟这个世界众生有没有缘了。如果跟他有缘的众生有成熟的，他一定留在这个世间帮助他们啊，一看没有，没有就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也实现这一招啊，从菩提树下出定，出定要是没有人请法，佛就入般涅槃了。那这个时候，佛只说了一部《华严经》，定中说的。啊，有能力进入他禅定境界里头，听他讲华严经，发生大事。啊，全是明心见性的人，听佛讲华严。三乘凡夫没分啊，三乘是大乘声闻缘觉
啊，他们没有能力进入世尊禅定之中，他没有能力。啊，这个时候是幸亏四禅净居天人看到了，啊，净居天人是凡夫啊。啊，他们住在第四禅无不还田，在那里修行，啊，看到这个地球上释迦牟尼佛在示现成佛，没人请法，啊，赶快下来，啊，化作人身，向佛请法。请佛住世说法度众生，啊，佛答应了，啊，这就到落叶云去找他五个同伴，这五个同伴都是他的亲戚。啊，他出来修行，他的父亲不放心，派五个人跟着他，照顾他。五个人也都出家了，就是五比丘。啊，落叶云就读五比丘。啊，开始讲经教学。啊，这个我们要感谢净居天人。啊，所以你看，花果树木皆作佛事，一切万法没有一个例外的。极乐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也如是啊。确实有参禅的啊，看到花开花谢，树木凋零，雨打芭蕉。哎，这个时候他豁然开悟了，这不定在什么个缘分啊！他的功夫用得很纯熟，将悟未悟的时候，啊，不一定哪来的灵感，一下就想开悟。啊，花开花落不是常常看吗？为什么不开悟？就在那一刹那，啊，他悟入了。啊，雨打芭蕉，平常的事情啊，下雨天都能听得到啊。哎，就在那个时候，他常常听也没开悟，就在那个时候开悟。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啊！啊，那么这种缘分，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信息，佛菩萨收到，在将悟未悟的时候，帮助你一把，那叫加持。啊，得佛菩萨加持，大彻大悟。啊，可不可能呢？非常可能。第九，设施各法一乘门，这是讲时间。此门表言处无碍，言是延长，时间拉长了。除是把时间缩短，所以时间不是真的。
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前面八个都是讲的空间的啊，所以说恒是空间，万法圆融之相。那么这是术士，术士啊，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设施的啊，过、现、未三识，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三识。每一识呢，又有过、现、未来三识，这成了九识啊，过去。有过去，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啊，现在呢？有现在，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啊，未来呢？也有未来，未来，未来，现在，未来，过去，这就九识，成九识。九识互入，互相摄入，就变成一总识，就变成一识啊。这个一识跟前面九个相合呢，就成为摄识。这摄识各立之法，同时具足显现，是曰各法一真。寡妇说：“别一之法，俱是成就啊，谓之一真。时间没有了啊，这个九识啊，在一念，一念呢，具足九识。”啊，九识之法的时候，在一念当中见到啊，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过去、过去、现在啊，过去、未来全看见了啊，所以语言这段事情啊，我年轻的时候向李老师请教，真的是假的老师告诉我，真正有甚深禅定功夫的人，他说的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在定中境界能看到未来，是他的限量境界，那个不是假的。而且呢，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出来讲解，那个时候四十多岁啊，也不算年轻了。我记得我在台北年游念佛团，是居士道场啊，主持这个道场王天明老居士啊，这个居士是将军退役，那个时候他好像将近八十岁了啊，中将退役的啊，他告诉我一桩真事情啊，抗战期间他在一个军里面当参谋长，那是少将啊，住房在江西啊，附近呢有个道士
这个道士有神通，跟他们常常往来。啊，有一天老道送一个信给他，叫他们赶快呀，搬到高地，说这个地方会淹水。他不相信，他就派人，你们去看看，老道住的地方跟我们这里不远，我这儿淹，他也淹，看他有没有搬走。结果到那去看，老道真搬了，哎，他就警觉到了，那可能有真的，他就把自己部队的时候迁到高地，第三天果然山洪爆发，那天被淹。啊，当然水很快就退掉了，可是真的被淹掉了。那个要不搬走的话，会有很大的损失。啊，这三四天之后，他知道。啊，这个老道还遇到一桩事情，他在定中看到一个战争。这战争非常猛烈，啊，告诉他在哪一个方向，在海上，啊，距离很遥远，啊，那么这些军官呢，高级军官呢，去查这情报没有，啊，他讲这些完全没有，三个月之后。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哎，跟他讲的那个方向距离完全相同。3个月之前看到，啊，那说未来呀，啊，未来的未来，未来的现在。啊，能看见，这不是假的。啊，王老居士告诉我，啊，定确实能突破时空位置。啊，所以李老师告诉我，预言，如果是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在定中看的境界，写出的东西可靠。它是限量境界，啊，其他的没有这种功夫，啊，多半呢靠速修。啊，像中国的易经、卦象，从这里推测的，有准确的，有不准确的，所以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啊，不能100%的准确。禅定里的见解是100%的，啊，但是他要跟你说，说准在什么时候也很难，啊，因为在禅定里面，时空没有了。啊，可能看见是过去的事情，几百年前的事情，啊，那已经过去了，能看到现在，能看到未来的，啊，看到现在管用，有这个缘分可以避一下。啊，是这是讲到预言。那么此十事，各理之法，
同时具足显现，这叫各法一真。啊，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未来未来，完全靠定功的前身。这样的设施，阿罗汉就能做到。啊，但是阿罗汉要入定，他才能见到。他不入定，他见不到。菩萨比阿罗汉高，菩萨不需要入定。你随时问他，他随时就告诉你。啊，当你这一问，他的境界就显现，他就入这个境界，所以他知道。那么现在这些语言很多，鬼神也有相同。啊，我们常常也得到这些信息，如何来处置？要用智慧鉴别，啊，去鉴定。我们智慧能力也有限，啊，总的原则可以做参考，不能完全相信。啊，完全相信你上当了，你找不到他，啊，他给你开个玩笑，啊，可能我们就很难处理了。啊，所以念佛求感应比什么都有效。啊，我们懂得一个原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些谣言起不起作用？我们如果被他骗了，真起作用。啊，他传来时候有灾难，我们心里头没有灾难，这是最好的应付。我们心里头念佛，啊，这个事情，连美国布莱登博士都知道。啊，他教人应对2012玛雅灾难预言。啊，他是这样教人。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没有了。这个话是正确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是搞量子力学的。他们懂得境随心转，我们念头正了，就不会有灾难了。啊，佛在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水灾贪心引发的，火灾嗔恚引发的，风灾愚痴引发的，傲慢会引起地震，怀疑会引发山崩地陷，这些不是自然灾害啊，这些是我们不善念头所感应的。我们念头转过来了，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些灾难就没有了。啊，我没有这些念头，别人有啊。
啊，我是别业的，跟别人在一起是共业。啊，共业有我在这个灾难里头可以幸免。啊，共业里头有不共业，不共业里头有共业，也是交叉融通的。啊，如果大家都不去想这个灾难，这灾难就起不来。啊，所以造谣生事也是业报啊。啊，散布谣言是有罪的，要负因果责任的。啊，古人常讲啊，谣言止于智者。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相信。啊，学佛的人怎么会听信谣言呢？哪有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日期距离我们很近，还有20几天。到底是真是真是假，到那一天谜底就揭穿了。啊，可是我们决定要劝大家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啊，多好，不要想这个灾难，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心里有佛有菩萨，没有灾难啊，这个就是真正化解灾难的妙法。啊，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不想佛？去想这些事情？错了。啊，佛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就变什么。这真。科学家也证实了，啊，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我们为什么不用好的念头，要用不善念头？这错了。啊，听别人说不要害怕，害怕我们就受影响了。啊，我们用智慧来判断，用智慧来应付。啊，最好不受他的影响。我们的功夫加分。啊，平常一天念10000声佛号，我念30000声佛号，念50000声佛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这个地区。啊，不能化解嘛，至少也把它减轻，这肯定。啊，能叫这一方灾难减轻啊。啊，减少损害。学佛的人能做得到。又普贤行愿品曰：尽一切劫为一念，我于一念减三世啊！戒行言出同时，三机一如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不是随便说的。
啊，尽一切集为一念。问题解决了，灾难也解决了。我与一念尽三世，这个一念就是佛说的至心一处，啊，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不能有邪念啊！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问题就解决了。一句佛号念久了，念佛三昧心前了，你就见三世了，能见过去，能见未来。啊，为什么清净心当中没有空间为此？啊，这都是闲事言出同时，三机一如之意。啊，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融通无碍呀！啊，我们一般讲，通通在定中，定中能见弥陀，能见释迦。啊，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诵到药王品入定。啊，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还在讲。啊，他看前面有空位子，他坐在那边听了一坐经。出定之后，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化法经一会还没散啊，这是什么？这是进入过去了。智者距离释迦牟尼佛大概有1000年啊，回到过去看到世尊。啊，这些事情在《高僧传》里面、《神僧传》里面记载的很多啊。啊，三世圆融啊，故大疏曰，这是《华严经》疏钞。若一夕之梦啊，高香百年啊！中国传奇小说《黄粱梦》啊，写的很有趣啊。一个穷秀才啊，在个道观里。打瞌睡，做了一场梦。啊，道士，这道士有定功。啊，在那煮小米，黄粱煮小米，煮小米粥。啊，秀才打瞌睡。等他梦醒了，他梦醒了差不多几十年了，他做梦啊，他就赶考。考得很顺利，中了举人，中了进士，又做官。啊，这个得罪他的人，他都报复了。啊，跟他好的人啊，他也报他的恩，
啊，报恩报怨，啊，最后他老年老了，好像做到宰相，啊，告老还乡，荣归故里，一觉醒过来，小秘书还没著书，道士给他开玩笑，怎么样啊？一生荣华富贵呀、啊，如何啊？他这一下就觉悟了，一场梦而已啊。啊，人生确实是一场梦啊，100年一刹那了。啊，知道人生是一场梦，就不要再计较了，不再执着了。啊，决定不跟人结怨了，没有意义嘛。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我们就会做了。啊，知道人生非常短暂，人与人之交往很难得。无论是善是恶，是好是坏，都不要计较，都要用真心来对待，用大慈悲心来对待。啊，别人作恶，我们行善去感化他，啊，希望帮助他回头。只要是认识，都叫有缘人。啊，即使有缘人，我们就要帮助。啊，他在迷惑的时候、颠倒的时候，不容易听进去，不要紧，做好样子给他看。啊，假以岁月，慢慢他会觉悟。啊，到他梦醒，他就明白了。那本经之中啊，也多显示。啊，如大教缘起品云。能与念勤诸无量一切，这就是时间呢，长短没定呢。啊，念勤是很短的时间，将很短的时间转为无量一切。可以，啊，为什么呢？时间不是真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真相没有时空，不同时空的维次是从妄想生的。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产生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在佛法里面说于不相应法啊，在《白法明门论》里头，它是说于不相应现法。所谓不相应行法，就是全是假的，不是事实，是一种抽象概念里面生出来的，不能说它没有啊，但是它绝对不是真的，
所以时间空间都属于不相应宪法啊，它有24种不相应。啊，它是从心心所色法里头变现出来的，它哪一法都不是。啊，是个抽象概念。啊，所以能延长，能缩短。德尊普贤品云：“于一念起，便有一切佛土。”啊，这是极乐世界的人有这个能力。一念同时，一处啊，有这个能力，在一念之前化无量无边身啊，便有一切佛土啊，去干什么？功夫闻法啊，在极乐世界随时都可以啊，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化身出去了，化身真能办事，不是假的啊，能供佛，能闻法，也能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啊，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应以什么身？帮助他就现什么样的身，看他的程度，应该给他说什么法，你就会教他什么法门。啊，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啊，如果有起心动念，那你退转了。没有起心动念，啊，法而如是，啊，没有心怎么会做到？自自然然就是这样。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现身说法，做得圆圆满满。这些事项也都在我们面前呢，与诸佛菩萨感应道教的事情很多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心念太杂了，严重的执着分别啊，起心动念没有关系，不妨碍，那个很微细。严重的障碍就是分别执着，啊，特别是执着。啊，能够把分别执着淡化，越淡越好，跟诸佛菩萨信息往来啊，机会就多了啊，就有这个缘分了。佛菩萨没障碍，障碍都在自己这边。又歌叹福德品品，于一时顷，往复十方无边尽常。同显此第九玄门啊，第九玄门是超越时空
啊，一事情就是一餐饭的时间，不长啊，大概半个小时吧。能够往返设方无边净刹，净刹是佛刹。十方世界诸佛的道场，一餐饭的时间，我已经来回了。来回自己的事情就是办妥了，去供佛，去闻法，包括顺便呢，去帮助有缘众生现身说法。一餐饭的事情，社学是十种奥秘，非常深奥。非常玄秘，很深呐，很广啊，不是凡夫境界，但是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凡夫时时刻刻没有远离。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完全不晓得有这个事情。等到有人说穿了，哦，原来如此。可是最重要的呢，我们解不行的，只有解悟啊，没有修行，没有证的。这个理解也没用处。但是理解呢，比不理解要好。我们向往这个境界，我们知道自己怎样能够把这个境界找到。那就是至心一处。这个境界就现前了。我们用什么方法执行一处？老实念佛。印祖说的一个人，是一个出家人。每一天念十万声观世音菩萨圣号。念到开悟了，世间典籍不学自然通达。世间典籍就是四库全书啊，世间典籍。在中国是儒释道三家了。都是世间典籍。慧能大师开悟之后，世间典籍不需要去学，全都贯通了。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最后第十条，主办圆明具德门。横竖万法，成一大缘起。横是空间，竖是世间，
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是一个大缘起，大缘起在一念之间，所以宇宙的形成不是进化，科学认为是进化，不是，是一念。法法交彻，故随举一法了，其他一切法即伴之而缘起。以即举一法为主，则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复于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皆于法成伴而尽即止。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是名圆满具德。这是说我们自信本觉无量等能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他没细说，佛在华严经上说出来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你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自性什么都没有，自性什么都不缺，没有缘的时候它是空的，叫常寂光，常永恒不变，即如如不动，光遍照十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我们的本体，这就是自己的真心，这是自己的本心。所以心量要大。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自心变现的为什么不能包容，哪有这个道理呢不能包容就是不能见性也就是修行功夫没有办法向上提升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量大佛大，我们希望自己有大福报，有大智慧，从哪里来？量大就来了，包容就来了。十玄门是圆满，大圆满门门都是自己自性本具的德能。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十玄门。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十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起心动念之处。一切处是恒，一切时是数。这就是恒是空间，数是时间，时空交叉，成一大缘起。一大缘起是一念不觉，一念当中现前的。真的，它同时现的，没有先后，确实像我们幻灯片一样，
打在荧幕里头，啊，一时顿现，绝对没有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没有的。啊，有先后就是假的了，啊，没有先后。啊，这个生灭的时间短，频率非常高。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重叠的现象。啊，许许多多念头重叠在一起。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32亿8000年。啊，320兆。一弹指320兆个画面融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现象。如果单是一个看不到。啊，但是一个六根都圆不到。啊，第六意是想啊，这最微细的了，他都想不到。啊，只有在甚深禅定当中，你才能圆到。啊，不是禅定啊，圆不到。啊，没有说别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全是说自己啊，所以叫内学啊，认识自己不简单呐、啊，不认识自己是迷惑啊。佛菩萨的教学没别的，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啊，再说别的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